谢谢各位今天晚上光临。首先，我要跟各位 update 一下那个 James 詹在医院的情形，因为我只有一张照片 present。这张照片呢是我们的 logo KT 设计的，在我们的身上了。这是我们的制服。James 在医院里面呢，他目前情况还算好。他4年半以前呢，开刀是。Brain tumor， 脑瘤是 cancer。希望他快一点恢复。这是第一件事，就跟大家 update 一下。第二件事要宣布的就是呢，明天 James 王、Ruby 王，还有 April， 还有 Robin， 他们三位呢会到我家，把一共在我家有38幅照片呢，一起送到 Eisner Center。我们就马上要展览了。然后 Robin 呢，他有三幅照片和赖医师的照片呢，一共4幅 Robin 会送过去。所以正式的在6月27号，我们的作品就在 Eisner Center 展览了，希望大家时不时就去参观。同时呢，6月29号星期六早上11点钟，希望大家都到 Eisner Center 展览厅，它在2楼，希望大家都一起到那边来。我们不会有一个 reception， 也不会大家讲话，但是这是大家一起来的时间。有问题呢可以问摄影的会员，就是摄影作品的作者。这是第二件事。那还有什么事呢？还有一件事，其实也是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开会的时间一直都在第4个星期二，可是，在年初的时候呢，我们的副会长霍王他有送一个 email， 请大家回答说什么时间是最适合开会的。那大概有20几位会员回答，这20几位会员里面呢，多数都认为是星期三是最适合的。那我在这边问第三个星期三，各位有没有不方便来参加开会？有一位，好，那我问第四个星期二有没有不方便来开会？大家都方便，因为今天都已经来了，所以那我们就是不改咯，不从星期三改到星期，不从星期二改到星期三呢，或者也不从星期第四个星期二改到第三个星期三，我们还是维持在第四个星期二，因为今天大家都可以来，那表示说这个星期二是大家有空的，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就是。有一件事我真的要讲的，就是非常感谢 Greg， 因为呢 ，Greg， 我们前任的会长 Greg， 因为呢，过去好几个月，我们开会的时候大概只有10几位会员，而且呢没有桌子，所以看起来稀稀落落的，感觉气氛很不好。我就跟 Greg 讲说，怎么会这样子呢？过去几个月的演讲者都非常好，有 April 的朋友，有 April， 有 David， 还有我们的会员，还有我们外面请来的摄影师，都是非常好的。只是很奇怪，所以我跟 Greg 这么讲，他就呢很主动的安排了好几位会员来演讲，同时呢发了好多的 email， 一直不停的强调这个晚上有多重要。那既然大家，你看今天来了这么多人，那我们就继续这样做吧。我就会学习 Greg 用 email 来封杀各位。其实呢，是在我刚刚
当选这个总统。是我们会也投了总统，没错。当会长的时候呢，就有人跟我说，我们 email 好像太多了，所以呢，我就把消息呢，就请 David 刘，我们那个 TI 的 David 刘，刘大伟，他帮我们做的，刘大伟做后头，他帮我们设计了网页，同时呢，把资料呢就每个月固定放到网页上去。我就希望各位呢就可以去看我们的网页，同时呢就可以知道每个月的消息。而且呢，这第四个星期二你就不要做别的事，就想到只有一件事要做。第四个星期二晚上，摄影协会要开会，再忙也要来，对不对？所以呢，那我们就不改变时间了。既然有人不能来，第四个星期二，希望大家就记在心里头了。不过我一样会用 phrase 的方法，用 email 来攻击大家，让大家知道这个晚上有多重要。我们谢谢各位，今天安排了好多位的演讲。那今天我们有一位 Tony 来了没？ On the way。 好， OK。 其实我们要 announcement 已经讲完了，这样子好不好？那我就先快速的介绍各位，这样子可能由我来讲比较快。我如果不认得的，就请您自我介绍。我们的副会长 James 王，他的太太 Ruby， 那 Grace 大家都认识了。在这边呢，许静怡是 Grace 的朋友， Grace Lai 和Stanley Lai 是我们的支持的会员，不太拍照，但是非常支持我们的活动，希望他们赶快加入我们拍照的行列。许静怡，许大姐，这边是 April。April 大家都认识吗？不认识我告诉你， April 是我们创会的会长，他是创会的 founder， one of the founder。 我们在场的呢，除了 April 之外，还有在这边帮我们拍 video 的徐启祥，他们两位是one of the founders， 其中呢还有 David 刘，我说错了， David 徐， David 徐他当了两届的第一届和第七届的会长，同时呢还有李副处和唐胖，但是他们李副处和唐胖不晓得李副处今天会不会来，唐胖很久就刚刚到，他说他家里四个月没人打扫，太多灰了，他来不来。所以李副处刚刚回来 Dallas， 所以他不能来。那我们这边呢就是 April 的朋友，请 April 介绍一下。就是蒋慧慧，他是律师。蒋慧慧律师，他也是很会拍照，很喜欢拍照。欢迎 April 的 American Jack, friends Jack the architect and Bonnie, they both are photographers and Janice Janice is a photographer too. We took some classes together. 我们上次都听过 April 的演讲，今天呢，但是我们上次呢没有这个 projector， 这个 projector 呢要谢谢我们哪一位会员，今天他没有来耶，是不是？他帮我们物色了，帮我们在网络上搜寻看好了这个 projector， 那我做很简单的一件事，去付钱就把它寄到我们家来了。这个 projector 非常好用，已经把他的 Apple computer 已经接上了，接了两个 connector， 但是没问题的。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April 的精彩的照片，他从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开始学摄影上课，而且呢他是很有天赋的，有才华的，等一下看了他的照片就知道。好，那这边呢我就一桌一桌来好不好。硬币，同硬币这个非常欢迎，很久没来了，今天再来真是太高兴了。六五经常来开会的，有空他就会来的。六五的照相技术也很好，硬币也很好，英会也是高兴由欧洲玩回来是吧？这两位呢，这位是老魏，第二次来的，是两位我见过的司机，他的先生也是司机，海天合唱团的，哦对，海天合唱，还是Grace， 泰勒，泰勒 ，sorry， 他是 Grace 在这边是，抱歉，他是高日成的朋友是不是？嗯。高日成今天没有来，Grace 看Jimmy。
因为他们因为这两位新来的 Grace， 对，哎，从 New Jersey 是吧？对对，他们从 New Jersey 搬过来，他们很有对这个很有兴趣啊。Cheryl 也是从 New Jersey 搬过来的 ，Cheryl 还没到。那这边我们的 hiking 看爬山专家欧信一，好，这个人吧，他只要有空，只要没有爬山、没有出游，他都愿来。这位谁？第二次来，不好意思，有，我们老团员了，可是很忙，最近才有空来。他已经穿上我们的制服了 ，Alan Chan， 他是一位，也是我们的大律师。Patrick 徐 ，Patrick 是。摄影的老行家，他是从那个很老很久以前那个 film 的相机照到现在的，可是呢，他非常的，我们都舍不得让我们看他的照片。Michael 正，所以今天晚上的我们的演讲者之一 ，Michael 好像今年三月才加入我们摄影学会的，可是一看到他的照片，我们大家就非常惊艳，太棒了。不但构图好，内容好，而且非常的清晰，画质非常的好。这我们刚进来的这位是李晓，是我们的 Art Gallery Committee。看到 Michael 的照片之后，就很高兴的说 ：“Michael 是哪位？”然后有一次还看到了，很高兴，很高兴认识他。我们大家都希望跟李晓和 Michael 学习。我们还有好几位是都是照相照得很好的。然后这位是新来的，对面，好，是林正清。是这个字。哦，你是 Jack， 你也好，是通过很多次电话了。Jack 这次跟那个好几位一起到 Safari， 去 Safari 的只有 Jack 一个人，其他人都没有空来。然后 Lily 也是高瑞成介绍，是他上次就跟我们一起到换衣服去，对，去拍的照片，很好。今天，哎，你看，主动舞，欢迎归队。他钩子好像也是很会拍照的。他这个动画什么的很厉害，他这个设计很好。这位对不起，这位是 Tony 来的。啊，你就是 Tony。Tony Cowboy Studio， 他是 Cowboy Studio 的老板。等一下，给我五分钟。我现在在 Building Time。好的，那这边是 Lily 长。Lily 是我们去年的 Treasure， 他非常热心，但是今年好像。没有空，很久没有来哈。再来是 Kathy 杨，然后呢，这边是刘贝贝，刘贝贝也是摄影很棒的，他现在在修课，所以有点忙，不是修摄影方面的课吧？这位是英俊的先生吗？对，他的 driver。啊，driver 来了。你是张吉？对。哎，欢迎归队。张吉也是三月还是四月才加入我们摄影团队，差不多吧。对，他是街头摄影，是不是？这怎么讲的？比较喜欢。哎，就是拍。街头摄影，拍街上的人的那个情况。那以后有机会跟我们分享。对，一定的，因为他上次到Sam家去，对，漂亮老婆呢，做了很多黄的图。朱凯，给你一分钟，麻烦你讲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制服的情形。生意好不好？快点好不好？这个等一下如果照相的话，可以出6块钱。朱凯很辛苦啊。为了这个原来是这个破偶王是我们一个副会长，他在负责这件事情的。那最后他快要完成的时候，他丢掉了。我他是回中国大学，回中国去了。就把这个完，这个接下来所有的都是。不过这次的设计呢，我们是特别经过大家的集思广益做出来的，而且如果大家觉得漂亮的话，下一次要给我们的话要请早上，可以要涨价了。谢谢，非常辛苦，跑了两趟，而且找地址是 GPS 找到那边之后，那边是个空地。GPS 找到地址，那边是个空地，他好不容易才。那还好，你们看的照片吧，进去的话，那个我看到那个人进去，第一眼我想跑掉，因为。那个，如果给他留一个胡子，再给他一把这个 AK-47 的话，哦，这是那个恐怖分子的判断。你看过那照片，他很高兴在那个地方哈。对，但那个还好是我去的，如果是你们会长去的话，没想到过来到什么地方，拔腿就跑。谢谢。好，
好，谢谢。啊 ，David 刘，他在 TI 上班。我们另外有位 David 刘，所以常常就是刮胡 TI。那另外一位是，因为这位 David 刘是大牛，自称大牛，因为他是大牛。还有三个 David， 大牛小鹿，还有另外一个，还有另外 David 蓝，还有 David 蓝，还有 David 蓝，还有一个 David 蓝，今天没看到吧？还有薛若黄，薛若黄没看到。David 刘哥，David 呢自愿帮我们每次的开会呢，他帮我们拍照，他常常他已经拍了很多次了，因为我。今年呢，我送 email 出去问哪一位愿意自愿来，都没有人，没有人帮忙，所以他自愿帮忙，谢谢。啊，然后那个 JJ， 是，JJ 呢办事能力不用讲，他的那个组织能力也不用讲，都是非常优秀，非常那个出色。可是呢，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请他来当我们的总统，也不晓得什么原因，他很愿意帮忙，所以他一直帮忙做。他一直想当国父，所以呢，一直帮我们做那个member service， 新加入的团员呢，一定会收到他的一个欢迎信，可以告诉你今天晚上他也要做推选。Sam 是我们的大师，他摄影方面的有什么问题问他绝对没错，什么都知道，而且可以给你开很多课，各方面的课都可以。除了 Photoshop 是不是？对。还可以教 Post。还没有 Photoshop 现在。哎，是。可是呢，他经常在他家里面拍，让大家过去拍 Portrait， 因为呢，他家里很多的装备 ，Backdrop、Lighting， 样样齐全，而且他有很好的 Connection， 他可以联络很多的那个 Model。舅舅也是我们的老团员了，哎，欢迎贝贝。三年了，刚刚从非洲回来，就是跟那个Jack 到这边去的。JJ 没去，今天是欧洲，还有 Cheryl 也去了 ，Cheryl 也去了，还有网友今天上班没来，等一下我们要看 Cheryl 的照片，哎，那个Barry 的照片 ，Cheryl 你等一下的那个 USB 或者是电脑，请你拿来。还有哪一位？Fanny 刚刚才进来的 ，Fanny 也是我们大概两三年的会员，他拍照非常稳当，稳稳的在进步当中。他曾经是台湾工程协会的会长，这样是 engineer， 是我们将来的这边的会长我会记在身，记上，谢谢。刚刚是李晓出去换衣服，刚刚是随便介绍一下李晓。李晓呢为我们开了很多 Photoshop 的课，他不但 Photoshop 很行，他照相也是非常行的，而且非常有眼光。最近他知道了一个拍鸟的天堂，我们有机会可以一起去。可是呢，你如果没有400以上的镜头的话，是有一点辛苦。那我们下400不够是吧？400还不够，400还不够了。我们下个月再请吉晓为我们做 presentation， 那是不是都介绍完了？那我们就。